林太太啊，江太太，啊，还有一个大太太，散步，爱上佛堂老菩萨班，读完经了，你那里读经之后，下课时间散步散步。散播散播啊！五千人都来关心，哦，有前方，有前方大楼的在旁边右方，哦，下人国中，下人国中，哦，你看左边，左边要到龙会了，左边要到龙会了，这个刚刚才用机器采收了，不到半个小时就采收完了，好像剃头发，很快就剃完了，哎。旁边是慈惠堂，慈惠堂。